张扬和西月在这里正式通知我们的住宅的对门或者我们的邻居，我们知道电磁武器就放置在你们的家里，多少次要求你们投案自首或者报警，我们也知道你们的亲人被拐卖扣押了绑架了，你们要做不到，你们就把电子设备交到张扬和西月的家里来，我们去报警，这样总可以吧？如果你们不愿意去，你们就把设备交到我们的家里来，我去报警，你们给作证就行了，好吧？我对你们仁至义尽。